这两季我一直都没有跳我自己专业的舞蹈的民族舞，所以加了一些蒙族的一些东西。马上要以后这次也找到蒙古族的民族舞的老师，我是想有一些不同的舞种融合在一起。上一次跳民族舞也有可能还快20年了吧，就跳起来还挺爽的。咋样？啊，咋样？你看我咋样？全是汗，没事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挺开心的，能跟大家一起来去编排一些舞蹈，一起排练啊，一起吃东西啊，一起喝东西，完一起上台去表演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挺享受的。这次我准备大家也没想过说到底要拿第几，因为我还是希望说能大家真的想去跳出自己想跳的东西，就也想去完成我的心愿。谢谢韩庚队长和他的态度大师战队，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。接下来时间，我们首先有请151位评审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，请把紫色的毛巾扔向舞台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请工作人员算票。先来问一下韩庚队长，我们这样一个战队秀想表达的是什么？我一直想说把民族舞跟街舞融合在一块儿，因为确实真正的在舞台上去表演一个民族舞，我已经17年没有跳了，这是第一次。其实这次能够请到李德格军老师来帮忙助阵加油，队长你当时是什么想法？因为李德是我的师弟。师弟啊？什么？等一下，哎呀，等一下，你们俩站在一起，我们再次确认一下。李德是你的师弟？我们俩是师弟，我们的老师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。李德，请你在发言之前先冲着对面喊一声师哥好。师哥好。而且不光是师哥，还是大师哥。哇啊，因为哎呀，别再说了。关键我太着急长得。是。因为上次李德有跟罗志祥你战队的人合作啊，对对，所以刚刚你看到这个演出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那个气氛都被他燃起来了，然后在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，我看到了韩庚真的很用心开心的跳舞，
你刚刚是真的开心的跳舞哎。对。我快跳哭了，我真的17年没有真正在舞台上跳民族舞了。对，所以我跟德子还有我的师弟，还有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 FKM 的队员一起跳的时候，我真的真心的开心。小猪刚才说的完全是对，我刚才看韩庚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看你，因为完全是笑到不行，而且又是很 man， 然后完全可以感受到你在舞台上的整个开心跟幸福，所以真的很棒，大家都是很棒。谢谢老师。但不会给你毛巾。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是站在这儿都有一种在海选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坐的还是老师点评的好。老师，您给我一条毛巾，咱俩下来吃饭好吧？接下来有请千玺老师来点评一下。千玺老师。没有，就是感觉整体就是很刚、很烈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因为蒙古舞跟这个街舞、编舞里面的东西，然后融合的时候，然后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有一位跳 crumb 的老师，对吧？对。对，就感觉家里面就也会跟后面那个舞美一样，这一团火，很抓眼球的感觉哈。对，很刚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罗志祥队长，准备战队秀。Let's get it。我们这一次是两个修楼梯，就是第一季和第二季的修楼梯的一个融合。看看你怎么感觉，当然是很开心，好像又回到第一季，但是又在第二季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就很特别。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很佩服我，因为我是技舞专家。Go！一季。One, 学会。Go one, two. 你帮我记时间吗？你帮我记时间吗？都快。One, 没有比我快。我当天叭叭叭就整个舞把它记完了，然后每一个那种新人说：“我哥，我好羡慕你的记舞能力啊。”在我看那个录像的时候，其实他有很多。比较不齐，然后这是我比较紧张担心的。最后一次叫了，最后一次叫了。我希望每一个人的整齐度都是一致的，所以我才决定再把他们全部再拉回去。然后他要重新排队拿去哦，不会要像去年一样的，没有全部排，没有。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再更好，因为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更要求更严格的话，分数应该会蛮好的。这一次我们的作品，我们真的是卯足了全力，不管是整个整齐度，还有气势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该注意的一些环节，我们都已经再三的在确认过了。1 2 3，收力过。在这一次我真的很想拿第一。Let's go.
谢谢，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罗志祥队长和佘乐缇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有请到的就是151位评审。如果你们喜欢刚刚这个作品的话，请把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扔向舞台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1, 2, 1, 请投票。